今仔日的天气真好，啊，准备要为台南飞来去金门，要来去演讲，是煞四界落落雪。金门的建筑有两个大特色，一个伊是闽南式建筑的活博物馆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金门人出海了后，转来起的洋楼，伊叫做侨乡建筑。今仔咱要来看的是德月楼，我们讲真多，咱大家做伙来看。Thank you.
好，看完啦，安尼要来转，安那个留落来吼，哦，甲人用高粱酒罐的关系，多谢收看，再会。